弟子为刚断气之亡者助念，某同修向亡者开示，请亡者从眉间处出来，并请一位男众以手凌空，从亡者足底扫至面部，请问是否如法？这些做法有可能呢，是一些不同族群里面的习俗，在佛法里面没有这个说法啊。佛法宋宗在近代大德门所提倡的，都是以赤宗精良为准则啊，这是经过近代我们印光大师啊，这是近代这个净宗十三祖他老人家鉴定的啊。我们这些年来啊，送这个往生都以这本书